巧巧寻宝记。巧巧呢，就是这只黄色的小狗。那它的好朋友毛毛是这只灰色的狗狗。今天他们要帮这个狗狗，要帮这个狗贝贝来寻宝喽。一起来看小迪喜欢的这本书吧。巧巧是哪一只？这一只对不对？对、他们在玩耍的时候看到哦，有一个狗伯伯正在努力的挖泥土。狗伯伯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之前有宝物把它埋起来了，我现在想不到它在哪里耶。是哦，那我们帮你一起挖好吗？一起挖挖看，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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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挖挖挖哦，嗯，找到了，是这个石头，是这个石头吗？不是哎，那我们再去找找看吧，继续挖，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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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。哇，又找到这么多罐子，这些罐子是你的宝物吗？不是，也不是老伯伯狗伯伯的宝物耶。狗伯伯说，我记得我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树下面耶。狗伯伯，这棵不就是那个大树被砍掉的一棵大树吗？我们来挖挖看有没有在底下吧。好，大家一起挖挖土，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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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。挖到了，是这个吗？是不是这个球球？是啦，找到了！狗伯伯找到球球了耶！哦，好棒哦！洗完之后有没有变得很漂亮 ？Ball, yes, that's a ball. They found a ball, yeah! 太棒了！那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玩球吗？好啊，来玩球吧！好啦，那这一本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《巧巧寻宝记》这一个系列的书，是小是小迪非常喜欢的狗狗系列的书咯。狗狗，好，那跟镜头说拜拜。抱，弟弟喜欢抱吗？抱，不喜欢抱吗？那弟弟你说抱抱抱。